现在也不是市区，车开到公交专用道上面去等着拍，当然没车。那浦站因为很堵，所以他可能专门设了一个公交专用道。不用动，我来指挥你，这个永远是调不到了。调不到的，他会认的，你爸会认的。手稍抖。出去，到你那边去。再出去，准备掉头，他前面掉头。在这边他也，如果那边出去也要掉头，就干脆就这边掉头。掉头。还行的，这皮卡车那么大量，刷一整把过就过去了。皮卵车你看都压的没老远啊，他们速度快嘛，转弯没过啊。那个半年的五座转没得过啊。没想到，纸箱。我看路上的东西还没这点本事，没这点本事，几节电动车骑学校胎早就爆了，不知道多少回了。导航还真导航不来，导航更美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导航那种，不是它定位点。